有人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呀！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，非常六加七呀、啊！有一种能量光芒万丈，一方有难绽放大爱无疆，有一份感动奶奶贴心温暖。谢谢你小朋友，春风化雨，节目前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觉得我这样说的对吗？这谁的衣服呀？那个破衣服放我身上干什么呀？没素质的人。我怎么打不着火了？大姐，帮我推一下车，我打不着火了。我认识你妈，凭什么帮你推啊？这没素质。家人们，看他这种没素质的人，我应该帮助他吗？认为我不应该帮助他的，给我支持一下，谢谢。我是心的呼唤，这是爱的奉献，这是人间的春风，这是生命的源泉。再没有一会儿人缘这人生的道场，来来回回为梦里而奔忙。如果我是流浪的白云，你就是那随行的身影；如果我是一片落叶，你就是我默数的记忆。今生能够做你的，哎，大哥。能靠自己，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类。谁把谁打扰的家人玩的深，社会很单纯，感情哪有真啊？谁不在乎我？我的妈！Thank you.
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我不能拒绝这个感觉，看看可爱的你，我的真实的你。哎呦我的妈！纯复杂的是人类，谁把谁当了真的好玩的人，社会很单纯，感情哪有真啊，谁能在乎我呀，星星知我心爱妈呀妈妈呀，我想你，没有你的眼里我毫无尽，我是城市妈妈呀，我想你，没有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呀我的天哪，哎呦我的妈。美女美女，你包有重要东西没有？没有没有没有重要东西啊，去厕所。好。大姐你这样做对吗？对不对的家里你说了算。我吃的吃西瓜不掏钱。妈呀，走了掏钱。你不是吃西瓜不掏钱吗？吃西瓜我掏钱。我想到了，哎呀有人。
所以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想你太美，就算流个泪想。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